多谢大家购买 IP Cam。我依家会讲解用 QR Code 连接摄像机。你需要先将 IP Cam 接上电源，并听到 beep beep 声，然后在你的智能手机上安装 Booker Cam 应用程式。在应用程式入边按更多这个版面，简易维码配置 WiFi， 输入你的 WiFi 密码之后，畫面會顯示這個 QR Code。 你將電話放置在攝像機前的20厘米左右，直至聽到這一下連接上的聲音，你就可以按下一步，然後輸入預設密碼123，按保存，這樣就完成了。大家可以在 YouTube 頻道 Tech Universe 查看更多教學影片。